听说你这一次回来是为了624哦，你该不会还记得我们小屁孩的时候讲的那件事情吧？啊，你熄灯了，别动啊！爸，拜托我不要走嘛！你走啦！大溪不是你的家，你永远都别给我回来，滚！你都不会想要知道当初你爸为什么帮助吗？你真的没有想过要留下来吗？9月18日周日晚间10点，请锁定华视频道《神之乡》。